清朝时期，大清朝廷与反清复明意识产生纷争，白莲道人透露少林寺窝藏反清意识，以致少林寺烧成灰烬，少林弟子一众消灭。为报血海深仇，少林外家弟子洪熙官、洪家拳创始人决意向白莲道人决一死战。呀！你小子迷路了吗？还是来听我讲道吗？你杀气好重啊！你哑巴？老头，没人想听你胡说八道。今日我只是要血债血偿。哦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洪文定。哦，故而宰一个。被贪欲所患，被嗔畏所怒，被愚痴所困。我看你还是回家吧，不然我怕没人帮你爸再拜山了。你个混蛋！嘿，哈，嘿，哗，嘿，嘿，哈。洪家拳，你这叫什么猫爪啊？还是回去问你死爹再教你好了。你闭嘴！哈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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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嘿。你所谓的功夫，连小孩子玩泥巴都不如。哼，你还是学只小猫爬回自己笼子里吧。等我先捧你入棺材再讲。嗨嗨嗨嗨嗨嗨呀！哇呀！嗨嗨嗨嗨！哇哼！嗨嗨哇！嗨嗨嗨！呀！
扰我的平静，何必呢？因果报应，你杀我父亲，今日我就要拿你的头来祭他。来试下吧。功夫居然连你爹都不如，你没资格这样说。你这招数叫什么？哼，虎鹤双形。喂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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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，嘿，嘿，哈，嘿，嘿，哈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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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知不知道死在我手上的人有多少？这么多人杀我都不死，你凭什么资格？哼，死了就知道了。嘿，嘿。没想到吧？无无名，亦无无名境，来自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境。虽然你为父亲报仇，但我们的夙愿会在地狱烈火中轮回。